高门老板招杯在赢奖励，向后转，花钱招杯子，一本一的谁来？来，哥哥，给钱。来，要那个绿色。少着一个，下一个。来，丽丽，哪一个？我要蓝色。啥呀？啊、东西啊！还有、下一个，爷爷，爷爷，我跟他选一样的，我也要个蓝。哇！现金500，下一个，爷爷。哎呀！哎呀，糟糕！来呀，再一个，来吃掉吧。比我还惨，100块钱买个大蒜。不能扒皮，直接吃。这个味儿挺上头啊。来吧。哎呦，好吃。能做，能做。来下一个。来来，给钱。黄。你的颜色呗。啊！你不会亲谁？亲谁亲谁？来这个，扔，不用。